不过讲到宠物生日，我们的 Davy 每一年都有，都有，对，甚至过年也要让他一起打麻将，打麻将，对，要一起打麻将。抽个几圈才能过年的意思。他有赢吗？他基本上是赢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包红包给他。对啊，他过年这边都会吊着一个红包袋。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可爱！然后准备过年的新衣给他穿。太可爱了！不过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生日趴，哇，那真的整个下午我们花时间布置哦，就全公司的人全部到姑丈的家里，然后帮大比唱生日快乐歌。然后这个蛋糕也是专门为狗狗设计。哎，它可以忍得住让你们唱完生日蛋糕，在那个生日歌再吃哦。哦，就是因为姑丈呢有帮他煎他的生日礼物和牛牛排。哇，对，所以就是油吗？他吃？就是久久吃一次，偶尔吃一次应该还好啦。对。对，然后就端着，然后让他不要动这样子，然后去做拍照，然后帮他庆生。所以你们真的爱到你们自己研发毛孩食品哎。哦，对，因为其实一开始大比他是从美国来的狗狗，对啊，对，他是一个 LA 过来的老外， LA boy， 对，然后呢他的肠胃比较敏感，所以呢台湾其实很多食物他都不能乱吃，所以呢凯博就是姑丈的儿子，他就会自己帮狗狗准备食物，去做食物，然后基本上就是青草高丽菜啊，还有红萝卜，然后还有水煮牛肉，还有一些白饭去做一个调配，做成一包一碗这样给他吃。然后凯博开始做之后，因为其实养狗的人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好像也有很多朋友也都在养狗，对对，然后这个消息就传开来说，哦，有人会做狗狗的食物，然后凯博就会开始做，然后就分给他的朋友们，就一包一包分送，然后分送到最后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自己卖就好呢？对，干脆那就我就薄利多销嘛，一样，我喜欢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发扬光大，让更多消费者知道。这个真的，我们家狗狗也好爱吃哦。哦，谢谢小珍姐，对对对对对，就是在于口味，对，在于姑丈的迅速传播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一个我们的狗狗的鲜食包。哎，我觉得艾莎你可以给它放哎。哎，不止狗啊，还有猫，猫的也有，猫咪有，我们猫咪也有啊。然后也有他那个猫罐头超可爱，是跟披萨合作的哦，对，跟披萨联名合作的鲑鱼青鱼喵喵披萨，对，然后呢最主要鲜食包想要推广给大家，主要是因为其实狗狗很值得，很适合吃更有营养的东西，出门一包袋子就可以给它吃，非常的方便，猫猫也很喜欢，而且台湾做鲜食的工厂没有几家，对，就三四家而已，三四家而已。做狗狗的食品其实非常的麻烦，你基本上你要是无菌的状态，然后你的食材要是最原始最新鲜的，对对，所以愿意做的厂商其实不多不多，对对对，凯博他真的研发出来以后还有吃过，可以啊，他真的人是可以吃的，对，低盐低钠，就基本上没有调味，其实蛮香的嘞。我觉得我没有觉得没有调味啊，是蛮香的啊。不好意思，那个可以开一罐给他吃一下吗？来来来，不过说到现在，是不是有那个自动喂食器啊？哦，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你们有用过吗？自动有，我家里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不在家里，然后他就在家里，然后我家里有放就是看狗狗的监视器，然后就也有设定那个自动喂食器，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已经是非常的固定的时间可以吃得到东西。那我觉得对他的，因为他的肠胃也是比较不好，所以我觉得固定的时间可以吃到东西是我觉得蛮对他的身体来说负担没有那么大，就是肠胃会比较可以维持健康的状态。现在不是也有出来什么干食的，还有湿的都有嘛，对不对？煎食分开的，有分开的，湿的，因为现在狗狗其实最新的文献是说要一天吃午餐是最好的，现在大家都以为是两餐，但是目前最新是午餐，四到五餐啊，对，然后所以现在有出那个自动湿食喂食器。它就是一格一格的，然后这边然后转转转转转，就是定时的转，跟那个自动喂食器干食的一样，然后就是里面可以放零食啊，然后放罐头，放自己做鲜食包那种的。你这个也是不用放在冰箱，对，不需要用吧？哦，那你的这个就可以，就是当天应该是还 OK。因为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它应该要冰冰箱，那它怎么放？对，会坏掉，会坏掉嘛？对啊。然后还有看过什么样吸引好玩的现在的玩具吗？像这个也是啊，就是狗在家里如果无聊的话，或者是你想要让它吃饭，就是动动脑，有一点心智刺激的话，就像训练狗一样。所以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那个食物从这边丢进去，然后这边就是有洞，然后这面也是丢进去有洞，
然后它就是在地上，你要这样子拨拨拨，然后它可能吃一餐，原本就是可能一分钟就吃完了，大家可能用这个就需要二三十分钟。小宝，小宝，你要去哪里？小宝，你今天容易分心呢。为什么他走路这么轻盈啊？对啊。好了，榜上还有声音名没揭晓，你因为我们揭晓。好好 ，OK OK， 好，再接揭晓。我们就看一下排行榜上的第二名，不管破坏什么东西啊，他为我欢呼，都能轻易得到原谅，这在23.3%。有网友就分享就说呢，因为他自己新买一个6000多块的蓝牙耳机，有一天出门的时候就忘了带出去。就放在家里面，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家的哈士奇把他新耳机全部都咬坏了，他真的好心疼。不过看到二哈那个无辜的表情，他也顿时没有办法生气。那另外有一个网友就分享，就说啊，自己啊不小心稍微把男友那个玩偶的柜子移动了一点点位置，就被男友破口大骂。结果呢，自己的家里面的小猫咪有一次把所有的柜子里面撞坏，然后玩偶全部都掉出来，男友居然还拍照说哇好可爱哦，让他觉得很不平衡啦。好啦，调皮捣蛋的可爱萌宠是不是也让你很伤脑筋呢？哎，这真的宠物没办法啊！如果弄坏你心疼的东西、心爱的东西，你会舍得？我不会骂他，我会骂我自己。为什么没放？就是他大概8个月左右的时候呢，他会磨牙，就是牙齿会长出来，牙龈很痒。那一次是我买了3双鞋子，哦，那个时候呢，我养他的时候还没有习惯把地上的东西要放在桌上。然后就鞋子买回来，我在更衣室里面试穿，然后就试穿完之后，只有第一双鞋放在旁边，是第二双穿，第二双，然后就看着镜子，突然发现，哎，安娜怎么那么安静，听不到她的那个咕咕咕咕的声音了，回头看，她就在很用力的在啃，好像咬骨头一样，看我的全新的对鞋跟，哎呦。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是我刚刚买回来的鞋子，然后就是咬得超级开心，两双都已经把两根都咬坏了，所以我那双鞋我根本连一次都没有穿过。多少钱呢？那鞋子？我已经忘记了。看艾莎说忘记了，忘记了。你知道我们家猫也很爱在，就是窝在鞋子上面。对，我们家会。然后呢，有一次我就穿了一双爱马仕的拖鞋，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脱了之后我就进去上厕所，然后猫出来的时候我也忘记要把它，就是也不用收，但是它至少要这样把它立起来，对，因为你这样放着猫就会在上面嘛，那所以你要这样把它立起来，猫就不太会去动它这样，然后我也忘了，我就在客厅看电视，就听到猫抓的声音 ，Oh my god！我就看了我的拖鞋，爱马仕的拖鞋被他们抓了一个洞。你是不是很舍不得骂？我怎么痛痛？因为毕竟它是真皮的，气死啊！我们家猫是5、6个月的时候很喜欢咬东西，然后说刚买那个折叠手机，所以我在那边打开想要玩的时候，然后就过来。咬了3个洞，荧幕开始蹦蹦蹦蹦蹦，整只手机坏掉，再也打不开了。就是整个要修面板。我说那修面板多少钱？他说18000。哇塞！对，然后我那只手机，我觉得那就几乎就是那个价钱的一半了，我就算了。嗯。对啊，然后你刚刚讲到鞋子，你知道我们家那只小的很爱咬 Lindy 的环。他最爱，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是要 Lindy 的那2个。然后我也是，就是回家东西太多就放地上，然后再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立刻拿起来那个 Lindy 的那个环，傻眼，都是没了，真的傻眼。然后他什么包都不咬，就咬 Lindy 那两个环。是货，对。我想 Duffy 也是 ，Duffy 现在长大了不会，小时候是什么都破坏，哦，什么都过去。对啊，乱大便在阳台，黄什么，反正他能咬的都咬了。很奇怪啊，你如果小的时候不教他，长大也可能会这样。这是不是这个是应该从小就要教？是啊，长大应该难改。我觉得大部分是就是你环境管理可能没有做好。嗯，就是很简单，大家可以记，就是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环境管理，把它可以咬到的东西全部都先收好。哦，对。那不能收的，像是比如说桌子的那个角角啊，它可能很爱啃墙壁或是哪边，我们可以用柠檬水，就是稍微沾一点。然后柠檬水。柠檬水就是狗很怕柠檬水哦，柠檬水很有用哎，就是如果它很爱咬那个桌角，那你就在这边抹一点柠檬水。你说猫或狗？
猫应该也是啦，狗狗的话是，对啊，就不会有比较养生的猫狗爱喝柠檬水。哦，是的，那要怎么早上一杯柠檬水，然后回家直接用柠檬来，就是抹在这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就原来这柠檬是有这个效用哦。对啊，学起来。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地上要放它可以咬的东西，就是你还是要满足它的咬啃咬的欲望。嗯，对，所以你就可以放一些就是啃咬物啊，牦牛骨啊什么的，然后或是玩具这样子，然后你就疯狂去奖励它咬那个东西，咬对的东西。对，所以它就会被奖励到那个好的行为，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的方式啦。所以就是不要责骂它啦，就是要反正都是我们的错。他们咬东西也是我们的错，对，我们是我们东西没放，全是我们没放，一切都是我们不好，对，都是我们不好，不要感谢。对，哎，你们家小宝今天都还没表演到，对呀，来，好好表演，小宝，跳过来，哎呀，这样。这里呀，那先放。好，那他表演抽卫生纸，好的，好，好的，好，等等哦，这里哦，有看到吗？阿爸，感冒了，阿啾，这个音好可爱，阿啾，阿美阿爸，哎呀，谢谢，好可爱呀，哇，画下行走，看可不可以？要不要来？这里，好，走这里。这里，哎，再一次，这里，好可爱哦，小宝，这边，好融化，这边，好，啊，坐下，阿宝，祷告，阿宝，哎，所以打喷嚏这个东西只有你做，他才会吗？打喷嚏，任何人都可以，你要试哦。想让你打个喷嚏啊！好，阿老师坐下。来，坐下。好，你要说哈啾。来，哈啾。哎，再一次。哈啾。有啦。没有了。哈啾啾。好可爱哦！小宝他要发烧了。你成功了呀！哈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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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不会自己拿哦。哎，好可爱哦！小宝，哈啾，哈啾，哈啾，哈不止。小宝太高，好吧。它好可爱，好可爱。每一些狗都有一些技能，那么可爱。搭配其实也会一些的，搭配大家过来。来，有感觉很累啊。对啊，来这边有，来，sit。握手。哎呀。啊 ，another， 来。啊 ，give me five。哦，是因为他是从美国回来，所以你跟他讲英文吗？对。双语长大的。他真的是在外国训练的，所以你看啊，来 ，lay down。哦。难怪大家说这宠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对，我们真的有了毛小孩以后，这生活上真的变得比较疗愈，比较开心一点。真的要养了他们以后，我们就要负责好好的、用心的来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睡好。对，这主人是应该是最甜蜜的幸福时刻。乖呀，他们。那最后也要再恭喜啦哦，小赖出新专辑支持哦！小赖刚刚那个屁股，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的按赞、留言跟投票，谢谢大家，谢谢。今晚开战吧，让你永远选对边。今晚开战吧，让你总是被称赞。新形态互动式综艺节目，快来订阅，按下小铃铛哦。当哦。